活动，那主要这次的场地呢，选择在百年古厝成美工厂来做举办，主要的是能够重现百年古厝啊，春节大家在忙碌的一个热闹气氛。更重要一点就是啊，把过年这样子的华文化能够啊，在传承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次的挥毫这个项目里面呢，除了有传统的啊春联以及年画项目之外，今年更增加的版画与。相信来做分享，成美花园的举办主要是程序集团创办人魏和德先生啊分享以及真人之美的精神。那成美花园的春节活动从今天1月22号开始，包含到啊过年期间以及元宵节2月13号有举办元宵节的活动啊，敬邀各位乡亲来一同参与。版画的活动呢，除了是应景有春联的元素之外呢，今年也增加了成美工厂的一个视觉，包含这个强制以及应景的猪年的一个吉祥的一个图形，与各位的一个乡亲来做分享。目前有增加的元素包含这个强制，以及大家在过年期间会有用凤梨的这样的图案，以及猪年的图案来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这次的书法有邀请到鹿港的名师吴兆昌吴老师书法年画的部分也邀请到施荣章施老师，以及这次有合作的君臣书法社的社长的部分。版画的老师是邀请到台南的黄美惠黄老师来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版画的一个分享。那这个版画呢，也是这次首次增加的一个活动的项目。这次的份数一共是有600份，那乡亲们相当踊跃，所以600份基本上已经是索取一空。